的主题叫做另类的敬拜，各位去讲另类的敬拜。那为什么我们讲另类的敬拜呢？那如果你去查字典，叫另类的 alternative 的意思，就是说跟传统不一样的，是我们做一样的东西，一般的东西，平时我们做的，但是我们现在做另类，就是做不一样的哦。那比方说，人家唱歌是拿麦克风是这样的，对吗？那你另类 的唱歌 ，OK， 那如果说讲到平时的牧师站在台上的，那另类敬拜另类的讲到呢，牧师可能站在中间里面，然后呢这个台会转了，然后讲了半个小时呢，我就昏倒在那边了，因为头很昏 ，OK， 就那个 music box，OK、okay?。这个是另类的啊 ，OK。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另类的敬拜。那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敬拜 ，OK？ 什么是敬拜？有些人说敬拜就是拍掌啊、唱歌啊、就是弹下琴啊，那到底是什么是敬拜？那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的生活的原则，我们要找到敬拜呢，我们不可能去回教堂找敬拜，对吧？我们不可能去神庙找敬拜，对吧？我们不可能去查佛经找敬拜，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对吗？回到圣经，各位去讲圣经。所以圣经很重要哦。如果你没有带来，没关系，但我们要带大家回到古代的圣经。那在旧约呢？旧约呢，圣经呢，原文就是原本的文字是用希伯来文，而希伯来文呢，其中的敬拜，这个希伯来文呢，我们叫做敬拜叫 shaka 的意思呢，shaka 的意思就是下拜的意思，从这个图片上你知道下拜俯伏，就好像呢，在古代这些古装戏里看到呢，这些臣仆，这些仆人或者是百姓来到皇帝的面前的时候呢，他们呢就下拜，他们就跪拜的意思哦。所以当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你在敬拜的时候，虽然你站住，但是呢，你的灵里面其实就是下拜在神的面前，对吗？就是这个意思哦。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下拜呢，意思的是一个肢体的敬拜。肢体的敬拜，什么叫肢体的敬拜？刚才呢，你来吹的那个是肢体，你用肢体的接触，所以肢体的敬拜，肢体动作的敬拜有什么呢？看第二张图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图里面呢，有讲到肢体的敬拜啊，就是有怎么样呢？刚才俯伏啊，然后还有啊，举起手啊，对吗 ？OK， 举起手啊，那如果拍手啊，也是，然后呢，跳舞啊，你要跳舞啊，怎么样的跳舞都可以。OK， 你要绕做那个椰子树，像印度人这样也可以，只要是你是心中是敬拜神就可以了。然后呢，唱诗歌也是用肢体，用你的喉咙，用你的身体，body， 你的身体来敬拜。所以是敬拜呢，就是一个用肢体的动作来表达你对神的尊崇。那么诗篇呢，150篇里面有告诉我们呢，我们敬拜神，我们可以。弹琴啊，鼓瑟啊，这些各方面的乐器呢，150篇，所以就可以你吹喇叭啊，打鼓啊，吉他啊，怎么样都好。那我还记得以前我在20几年前的时候呢，我所参加的教会呢，没有像我们这样很多很多的乐器哦。那么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只是一个电子，应该不是电子琴了，就是叫我们叫风琴，就是。有一点像呢，以前我的妈妈用那个真车。那什么是真车哈？真车就是真车啦 ，OK， 真车，缝衣服不是缝衣服了哈，裁缝用的真车。那真车呢，怎么操作呢？以前的真车没有用电的，是用脚的嘛，对
对呀，啊，脚啊，哦，以前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哥哥追我的时候，我就跑进去这个政策下面躲起来。然后呢，我们基隆坡呢很流行 mini bus。那个时候呢，我就想我小孩子我要去坐 mini bus， 我说我要坐司机，我就躲在侦车，你知道侦车的下面呢，就是平，然后呢有一个圆圆的东西，我就在那边驾车，哇，好爽啊，转了它一个摇了哈。那侦车，这个，为什么会讲到侦车来哈？哦，这是琴 ，OK， 我们那个电不是风琴的话，就是脚要这样。脚大上大下，然后还有那个风推动那个声音出来，它有一点内饰，我们叫 accordion， 这个 accordion 你要拉那种那种降级，但是呢，它不是拉，它是用脚的所以你可以可见我的年代多么久了，对吗？好像这种东西已经不再出现在应该是放进那个古董店里面还是博物院里面了好，那第二呢，我们来看就是就业里面呢。除了这个希伯来文 Shaka 之外呢，还有一些的希伯来字叫 Abad， 那它也把它翻译成为敬拜，华文字的敬拜。所以中文和本圣经里面讲到敬拜的时候，它不一定是 Shaka， 它可能是希伯来文的 Abad。 这个 Abad 的意思就是呢工作，那么服侍。那用英文这个字来讲解会大家会比较明白，我们叫 serve 就是服侍的意思。那 serve 我们在教会习惯了，我们以为 serve 就是服侍的。那如果你去到一些餐馆然后呢，那日本餐馆也好，韩国餐馆，什么餐馆都好呢，他一定会有这些工作人员来服务员来服务你。先生，你要点什么吗？我们这里的冰淇淋很好吃，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会服务你就是为别人工作，用劳力去服侍别人他要让你呢成为一个贵宾。所以我们服侍呢，就是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敬拜就像小薇站在那边拍 video， 拍这么 handsome 的牧师那他也是在敬拜，对吗？Okay， 所以呢，好，所以用服务服侍他人来表达对神的敬拜。所以我们讲 serving God to serving others， 就是你服侍别人，就是服侍了神，服侍别人就是服侍了神。所以在你的日常生活，你好好对待一个人，你好好的去帮助一些人，其实你就是在服侍神。阿门。所以这样的一种行为，服侍他人乃是一种敬拜的行为，所以他就说 is an act of worship。 所以敬拜不只是举起手，然后进入到很属灵里面，然后就好像那个脚踏不到地会飞起来的然后那种叫敬拜，不是。敬拜还有很多很多的范围第三呢，新约里面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那新约呢是用希腊文写。那希腊文讲到敬拜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它常常出现的，就是华文字写敬拜的时候呢，这个希腊文里面呢叫做 proskuneo。 来，我们一起来讲 proskuneo。 给 proskuneo 的意思呢，首先当我讲解之后，你先头脑不要想到很远去，讲到歪去了那就是说呢， proskuneo 意思是说上前去亲吻某人的手，那象征对其就是对这个人的尊敬这个怎么讲，就是说如果你到法国可能我们就亚洲人就不太习惯了，对吧？那就像舍明的这个他的大姨是长久在英国跟法国，所以每次回来的我刚刚那个时候，当然舍明还没有出世了也就是我就开始我娶的师母，然后当然他的姐姐有时候从外国回来，所以他一外国回来，因为我是亚洲人嘛，我们是华人，马来西亚华人是很害羞的那一种了，华人我很害羞吗？很害羞那种 OK， 所以呢，当我来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会这么他脸他会这样亲你的脸，就是
碰一下，这里碰一下，这样的哦，就好像马来人嘛，对吗？跟你握手的时候，就他会有那种的肢体的一些的接触。但是呢，有没有看过下一张照片？就有没有看过像这个查理王子哦，就是就闻他的妈妈的手嘛，哦，Queen Elizabeth 哦，就闻他妈妈手，不是所以他是一种尊敬，因为他 Queen Elizabeth 是他的妈妈，英女王是查理王子的妈妈嘛，对吗？我们再回到之前，所以呢 ，proskuneo 意思是上前亲吻某人的手，象征对他这个人的尊敬。所以是一种亲近、亲密又带着尊重的行为啊！你去闻他的手，是因为你对这个人的尊敬，对吗？你对这个人的尊敬，所以像古代一样啊，这些臣仆啊，去闻皇后的手哦，是好像晚辈啊，我们这些晚辈呢，到年长者面前呢，是一种温安的一个行为。然后呢，也这个字 proskuneo 呢，也有另外一个字呢，如狗舔它主人的手。我可以想象，像Pastor Joyce 他可能他的小狗狗来的时候去舔他的手，舔他的脚，哎，那个叫 proskuneo 的意思。那为什么这跟敬拜有什么关系呢？意思说，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而且这亲密的关系是因为我们带着个很尊重的一种关系。所以一个人要敬拜神是应该要有一个先有一个关系，就好像查理王子闻他的妈妈英女王的手的时候，他不随便英女王给人家闻他的手吗？有没有？你去闻他要给你闻吗？没有，对吗？因为这查理王子是他的儿子，哦，他是 gentleman 哦，所以他是一个绅士，所以他闻他的手，所以他是带这个很尊重的意思。他没有闻了说，没大没小闻我手中吗？没有，对吗？他是带这个尊重的心，所以而且呢，这个是一个妈妈跟儿子的关系，哦，一个妈妈一个亲的关系。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有时候你很难敬拜神，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有疏远的关系。所以如果你要看到我们一次我们讲说，哦，我们要敬拜神，敬拜神好像把那个牛，哦，要拉上那棵树这样，有没有可能把一只牛拉到树上？有没有？很难，对不对？真的很难的，真的很难的。所以呢，就是说你要跟神建立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们，我们一定要跟神建立关系。所以每个礼拜五你来敬拜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进入到敬拜，因为你跟神建立关系，对吗？如果你每一天看到你爸爸，你叫你爸爸，叫你妈妈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每天看到，有不懂怎么叫，很难叫，怎么叫啊？爸你了爸，没有，对不对？你讲妈，我回来了，在韩国是，我回来了，哦，不怎么这样讲，知道你已经回来了了，哦，OK， 所以呢，这是一种尊敬的一个关系。所以，那接下来我们讲到另类的敬拜。我们知道敬拜前几个礼拜有很多很有名的牧师已经在这里讲到敬拜了，对不对？那我也不要讲这么多，但是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另外一种的敬拜，所以我主题叫另类的敬拜。那每一次我们在教会每个月头，可能你如果你有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每个月头呢，我们会有用圣餐，对不对？圣餐，哎，圣餐。那圣餐参与享受圣餐，是不是一种的敬拜？是吗？是不是？讲是的举手，那讲不是的举手，那些又不讲是又不讲不是的不用举手。那到底是不是敬拜呢？我们来看，是 Bingo， You are right， 是没有错。我觉得小弟弟很可爱，是我放一个照片给大家， OK，是的，没错的。
领用享用圣餐是一种敬拜。那为什么讲了享用圣餐是一种敬拜？为什么我们用圣餐的时候，我们平时在家也有喝来宾纳吗？那难道我喝来宾纳就是敬拜吗？对吗？平时我们在家也有吃那些 wafer 啊，只不过是没有这种小小片的 wafer， 或者是苏打饼啊，我们也有吃啊。为什么我们没有那种感觉敬拜的感觉？为什么一定要来到教会？难道教会的饼干好吃没？难道教会的那个来宾的好喝吗？哦，那我有些教会是红酒、葡萄酒，哦，难道教会的酒很好喝吗？诶，喝了会醉吗？诶，对，没有，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我们在教会用圣餐的时候是一种敬拜？那圣经有记载的，所以他说参与圣餐是一种的敬拜的行为。为什么 ？It's an act of worship. It's an act of worship. Why？ 是为什么呢？那我们从圣经里来看。那第一，圣餐是领受基督的身体和血。圣餐是领受基督的身体和血。天主教有这样的想法，他们认为呢，圣餐呢就是有杯嘛，还有那个饼哦，有杯有饼哦 ，OK。所以呢，他领用那个杯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杯用的时候，他认为他们是喝掉耶稣的血，耶稣的血，吃那个饼哦，是咬到耶稣的血，所以他咬是小心耶稣，对不起哦，咬到你的手。咬到你的脚啊？错，这个不是，我们不接受这样的一个神学的想法。那，但是呢，对我们了解圣经而言，圣餐是一表象征耶稣的身体跟血。那这跟敬拜有什么的关系？那当然有，我们来看圣经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0:16-17。来，我们大家预备。尤其是读到统领这个皇室的字，我们就特别大声一点哦。来，一二三，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最多乃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这一个饼。好，所以这段经文他说呢，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那我们所掰开的饼啊，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好像你们这样50-60个人、40-50个人，你们很多，但是用圣餐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饼。当然，以现在来讲呢，现在的教会，我们就已经弄给大家方便了，所以我们就做圆。以前的在一边比较福音派的教会啊，它只是以前我们的教会也好，早期我们都是呢，这个饼，然后我们把它掰开，就把它弄碎，大家哪一人哪一片。但是因为人多，我们让大家方便。那在早期的时候，我们用圣餐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杯的哇，也没有分这么多小小小小的杯。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的人很会吃，你又吃咖喱，他又吃鱼头，他又吃巴骨爹，所以呢吃了口没有骂，牙齿没有刷，所以呢来生菜的时候，真的我不喜欢吃巴骨爹，等下你拿我的杯，哎，没有巴骨爹味道的，再传到那个，哎，怎么有那些的骂味道的啊？所以有点不太卫生，所以呢后来我们就演变成一个小杯一个小杯。但是在比较之前的年代呢，我们用的圣餐是一个杯，所以就是像圣经讲是这么多人，这是领一个身体哦，这么多人一个饼一个杯的意思哦。所以不是说哇现在为什么变这么多杯这么多这么多饼，不是，这个是因为卫生的缘故，方便的缘故。但是呢它意思这里还是一样的，所以这段经文它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饼和杯是基督的身体和血。第二个就是圣餐呢以它的肢体，这个肢体是指就是教会，就是圣餐是以肢体，就是以其他每一位弟兄姐妹统领基督的丰盛。好，那我们就慢慢的进入。第一就是饼和杯是基督的身体和血。那我们看这个图，那当我们每一次用圣餐这个杯的时候呢，然后杯的时候，
我们在享用这个杯子启示呢，就是要让我们去思想到耶稣怎么样为我们流他的血，对，流他的血。那当我们讲到那个饼的时候呢，就是掰开那个饼的意思，就是代表耶稣的身体为我们受鞭伤，所以他掰开了，剥开了 ，break 哦，他就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掰开。那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来看这个图。那在旧约的时候，这个图非常好，这个图它就把旧约跟新约完全的带出来。第一，它就我们看到说，在中间呢，这三位他们把这个羊把它献祭，对吗？烧在这个祭坛，哦，所以旧约的时候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必须宰杀一个没有生病的、很完美的羊羔，那就成为他们的代罪的祭物。如果他有犯罪的话，他就把这个羊杀了，然后就是等于说呢，他的罪，这个羊就代表了他，然后烧了，烧成灰的，神接纳，就是烧成灰的烟起的，就是说呢，所以在启示录有讲到说，那个烟哦，就是我们的祷告如馨香的碗祭，有没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祷告其实像一个馨香的碗，这个在旧约的，当人在。就是在宰杀这个羊献祭的时候，就是等于我们心念在祷告，在祷告。那么每一次旧约人一犯罪，他就要宰羊；每一次犯罪，他就要宰羊来献祭。而且呢，他是需要祭司去为他献。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所以为什么施洗约翰看到耶稣走来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没有讲 Oh Jesus， 没有，他说 Oh the Lamb of God， 他说 Anak Domba， 就是 Lamb of God， 就是他就是羔羊。哇，没大没小，看到耶稣叫耶稣是有妹妹哦，哇，有妹妹来了。不是，他是继续说耶稣就是那个代罪的羊羔，一直说耶稣已经来这世界上代替了人的罪。而所以希伯来书有讲说呢，耶稣一次的献上就够了。以前的旧约是你犯错你要献上，你犯错十次要献十只羊，二十只羊，你知道吗？一只羊不便宜的。虽然可能古代的人很会养那个羊啊，但是不便宜的，对呀、啊。我想可能我们回去就业还比较好一点，可能所以你就不敢犯罪，因为你犯罪啊，你要花几百块来买一只羊，然后献祭，你哪有这么多钱犯罪？所以，但是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他就是代罪的羔羊。所以新约里面耶稣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所以现在我们是新约的，所以每一次你祷告你做错，你求耶稣基督原谅你的时候，其实呢耶稣会原谅你。但是下一次你又在犯错的时候，又在祷告求耶稣原谅，你说耶稣会原谅你吗？会吗？会。但是你要想象，你就等你好像叫耶稣再回去十字架，再给那些罗马兵再鞭打。你每一次你犯罪求耶稣原谅，你就等于再叫耶稣回去钉十字架。你犯罪的意思说耶稣回十字架去钉死。你一犯罪做不好事情，就等于耶稣你回十字架为我死，你知道吗？耶稣这样做，你可以想象，如果你一个礼拜犯十次罪，你要耶稣为你死十次咧？你要耶稣为你死十次吗？知道吗？如果你可以了解这个真理，你就会很谨慎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看《The Passion of Christ》那套戏，看到耶稣被鞭打的时候，每一次我们看这个电影、这个短片呢，我们就会哭，我们就会有感觉。
所以每一次我们想要我要做一些不讨神喜悦事，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敢去做了，因为我们在犯罪，等于叫耶稣在上十字架，等于叫耶稣在上十字架，是一种很不尊敬的行为，是很不尊敬的行为。所以饼和杯是什么呢？饼和杯是基督的身体和血，所以这个饼跟杯呢，在新约耶稣已经把它立成一种的约定 covenant， 一个约定。那这个是意味着基督十字架的舍生命流血的，是作为献上的一种的祭，这个牲畜，那这个一种祭物，为人赎罪，而他的血也成为神和人立业的血，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已经成为一个业 ，is a covenant， 一个业。那合同跟圣经的约定是完全不同的。合同就是你毁约，我赔钱哦，然后就不需要再遵守这个约定哦，这是合同嘛，合得来就。同哦，不合不来就散哦的意思就对啊。然后呢，约定是不同，约定是我们讲好了，但是你不守，我也要守。所以现在的基督徒，现在的人结婚，他们没有一个约定的观念了。他们常常电影都有讲，哎呀，结婚只不过一张纸而已嘛，是吗？纸自己去印 off the state 也可以的吗？都可以啊，你要写我来跟你写一张纸都可以的，对吧？那结婚不是一张纸，结婚是一个业，一个盟业，就是对方如果他已经毁业了，他还是持守。所以你看到耶稣讲他要救我们，为我们留保险 ，OK？ 那么耶稣赦免了你，然后你如果你明天你犯罪的话，耶稣讲我不要了，我不要，你看他不听我的话，他犯罪，我不要去救他了，有没有？没有。你每一次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都一定会救你，对吗？所以这个就是约定，因为耶稣跟你约好了，无论接不接受都好，他已经爱你，无论你接不接受都好，他已经为你留保险了。所以圣餐，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神是一个不改变的神啊，他讲义就是义的，无论你讲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他还是义，他是永远不改变的神，阿们。所以饼和杯是基督的身体的血的意思，就是说每一次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就表明我们已经领受神救恩的恩典 ，the grace of God， the salvation。OK， 就是我们每次领受圣餐，我们要知道的意思。每一次我们拿这个杯那个饼的时候，就等于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恩典就是白白得来的，你不需要付任何钱，你白白得来的、哦、然后呢，另外一个意思，你这里领受圣餐的时候，表明我们是与基督的生命有份，基督的生命。所以加拉太书有讲一句话，他说：“现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今天你成为基督徒，你活着其实是耶稣基督活着在你里面。以前你要做不讨神喜悦的事，你是没有感觉的，你犯错你也是没有感觉的。但是现在你信了耶稣，你发现有时候你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我们还会做，但是我们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好像有感觉的，好像有声音告诉你，哎，不要这样做，不好，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耶稣活在我里面，所以圣灵他，因为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对吗？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所以你看那些上个礼拜那些印尼牧师啊，印尼同工他们来，他们每次讲，kita orang Indonesia， Orang Tionghoa， 我们是讲啊，我们 Orang Cina， 马来西亚啦。但是在印尼的华人，他们没有讲 Orang Cina， 他们不会这个字 Cina， 他是 Orang Tionghoa， OK， 他们是讲，所以他们说他们是华人，但是他们不会讲华语，他们不会讲华语啊、但是他们的行为
你看，你知道他是华人了，对呀、啊，他讲他讲他要领收红包啊，过年的时候好像有收牧师，他就哦，他走起来，他就自己教会他想拿红包，因为他是华人，因为他流，虽然他不会讲华语，但是他里面流的血是华人的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在这里，你信了耶稣基督，你里面属灵的血哦，你是流是耶稣的血 ，the blood of Christ， 耶稣基督的血在你里面。第三，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是表明我们是蒙恩得救的子民。所以每一次你领受圣餐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其实就好像圣经在圣灵在提醒你 ，You are the child of God。Kita anak-anak Tuhan，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第四，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其实在提醒我们，你的罪已经得赦免了。你的罪已经得赦，所以每一次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提醒大家说：“哎，我们大家还没领受圣餐之前，我们要检查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求神饶恕我们，有没有？”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你领受圣餐，等于你把你的罪再吞下去。所以圣经讲哦，这样的人哦，你去读圣经，圣经非常非常讨厌这样的，因为你是吃自己的罪。你没有看到一些狗啊，或者猪啊，他们吃的还胃不舒服的时候，然后饿了，他又是吃。我们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是不是很恶心啊？虽然我们做的没有这么恶心啊，我很想要做恶心点，但是呢，我一直要告诉大家，当我们犯了罪，没有求神赦免，然后你领受圣餐的意思，就是你其实你再把你的罪再吃回去的意思，这是这个意思哦。另外一个意思，领受圣餐是一个在圣灵里面的延续。是跟圣灵一起的用餐的意思，说跟圣灵有一个建立一个关系。每一次我们用餐是怎么？不可能来你跟一个不认识的人用餐，对吗？除非你是大台呀、啊、大台呀、啊，哦，去吃点心、饮茶、饮茶，冇地方嘛，搭台呀、啊，经常会搭台么？可以搭台呀、啊？就是可以，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绝对跟一个用餐是一定跟这个人有关系嘛，就是要跟他建立关系。所以你引用圣餐，其实你就是跟圣灵建立关系的意思。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几样的意思呢，就是强调什么呢？当我们用圣餐的时候，是强调呢一种呢感恩的时刻。感恩的时候 ，is a time of Thanksgiving， 就是当你用圣餐的时候，你里面呢是一种感恩来的，所以你要带着感恩领受圣餐。所以我盼望透过这一次的讲解跟分享之后，每一次你用圣餐的时候，你要知道，每一次你用圣餐不是哦哟又来了又一个月了又在领受圣餐，没有，我每一次告诉我自己说，每一次我领受圣餐，我一定要好好去思想着。所以有很多时候，当领受圣餐的时候，我里面都有感受，有时候圣灵也会感动到我们流眼泪。所以，因为我们去思考，所以感谢什么呢？感谢神的救恩啊，感谢他给我们新的身份啊，感谢他带领我们离开这个永远的地狱的火啊，感谢他赦免我们的罪啊，对吗？即使你来教会之前，刚刚好那天是圣餐的主日，可能你出门之前跟妈妈顶嘴的，来讲一句不好听的话语，但是你来圣餐的时候求神赦免，然后神也赦免了。所以每次你领受圣餐，你要知道 you are forgiven， 你是被赦免的。好，所以呢，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圣餐就是强调什么呢？圣餐其实在提醒我们 remind us， 提醒我们affirmation， 就是确定我们，嘿，你是神的儿女，不要再怀疑了。你怀疑就不要领受圣餐，领受圣餐就不要怀疑。嘿，你要很肯定的 ，You must be sure， 你是神的儿女，你的罪已经得赦免了。如果你没有确定，你最好不要领。
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你分圣餐给他，他不要领，他不是不属灵，这个弟兄不属灵，这姐妹不要，他还在挣扎，好过他随便领。所以有时候一些弟兄你分给他，他不领没关系，因为他还在挣扎，他觉得他还很尊重神的话，他因为他知道他还有什么一些东西他需要被处理好，可能下个月领受圣餐他才领，好过一些蒙叉叉摸摸扎扎你的阿爸，然后人家领啊、哦、领啊 ，OK 啊、哦、领领 OK 领啊领对领啊，所以哦，就是下一回有圣餐的时候，不要随便领，真的要好好来到神的面前思考神之后你才领。所以呢，圣餐也就是在强调呢 ，We are forgiven， 我们已经被赦免了，我们是被神爱的，我们是被神保守的，我们是被神救赎的，而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被神创造新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大家是在一起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也是强调，我们领用圣餐的时候，就是表明我们跟神有要进入一个亲密的关系。那我们讲完用餐嘛，对呀、啊。如果用餐就是要表示他，就是这样的情况嘛。哦，就好像说你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姐妹，你爱上一个英俊的小生，你是不是想办法请他去吃你很喜欢吃的东西，对不对？哦，偷偷摸摸啊，不是要偷偷摸摸了 ，OK， 就很大胆的去邀请他。有空吗？我们一起去怎要去吃啊，还是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关系，要吃来做梦，对呀、啊，我不可能再随便在这，哎 ，got free 啊，哎，看看我 eat with me，who are you？Why eat with you？ 对呀、啊，不可能嘛，随便叫一个人来的嘛，你一定是要想要建立关系，或者是跟他有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有圣餐，就是我们表明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哦，我们是神的儿女，他是我们的阿爸父。第二，那圣餐是什么呢？是以其他的肢体统领基督的丰盛。那刚才之前我们提的东西，下一章刚才我们之前提的东西都是个人的，当你用圣餐都是个人个人的一些提醒，个人个人的一些的被提醒，告诉你你要感恩。但是有另外一个意思，圣餐当我们在领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是在教会的聚会领，就是，所以你会发现，有时教会很喜欢说，哦，我们联合聚会的时候一起来领受圣餐啊，或者有时候一些聚会，英文堂啊、中文堂啊，或者是一些大型聚会，他们不会说找小小的聚会领，就是他们很希望说，大家一起的时候领用圣餐，对不对？所以过年每一年的团圆饭啊，就是也有这种的意思，对呀、啊，你平时你可以一个人吃饭。也可以很多人吃饭，很多人吃饭的意思呢，它也是有一些的意思的存在。它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一家人，对吗？我们是一个大团体 ，We are family， 就是我们是合一的。所以圣餐它有这个功能哦，它有个人被提醒的功能，它有被团体的提醒的功能。怎么样讲呢？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一章11-13。他说，因为呢，各来是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然后呢，基督是分开了吗？保罗为你钉十字架吗？你们奉保罗的名受洗吗？他的意思，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版本来哦，因为呢，从远地而来的人曾对我提醒弟兄们，你们中间呢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跟人说我是属陈牧师的，我是属叶勇牧师的，我是属阿景的，我是属志勇的，我是属 Pastor Joyce 的。然后呢，基督的身体是分开了吗？保罗为了你们钉十字架吗？那意思说，哦，陈牧师为你钉十字架吗？景祥为你钉十字架吗？你们这。你们是奉陈牧师的名受洗吗？你们是奉叶勇牧师的这个名受洗吗？他意思是说，在教会里面虽然有很多神被重用的仆人领袖等等等等，但是呢，而不是这些人为我们死，
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以意思说呢，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被神重用的人，教会也可以有一个大团体，但是呢，我们都是不分彼此，我们都是同一个肢体，同一个教会。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基督不是分开的。所以来教会我们不能说，我比较喜欢跟他这一档了，我喜欢那一档了，我喜欢这一档了，有保罗派的啦，圣经这里有 几种派啊，有保罗派的咯，有亚波罗派的，有彼得派的咯，还有啊，有些人讲我更属灵啊，有些人你是属陈牧师的，没有我是属 Pastor Helen， 没有我是属阿景的，没有我是 Pastor John，你们全部都不属灵，我比较属灵，我是属耶稣的，明白？他这里讲话，我是属耶稣的。哎，另外一个人讲，喵喵，你们什么派什么派？我是苹果派的 ，Apple 派。嗯，那这个经文意思说，基督不是分开的。所以十一章二十七到二十九，他这里就讲，所以无论何人，不要按理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刚才已经讲了无论任何人，如果你没有按神的好好这个礼仪了解来吃主的饼跟杯的话，就是干犯了主的身体主的血，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哇，可怕吗？把自己的罪吃下去吧。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保罗提醒我们，领圣餐时个人要自己去审查。所以每次我们牧师带领领圣餐时，我们一定会一定时间说，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安静来思考，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来祷告求神赦免，有没有？我们没有说很快很快，我们一定会让大家有时间。所以你要去了解，你要去分辨。而且每次你领受圣餐的时候，它有个功能，就是说如果你讨厌那个人，你领圣餐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原谅那个人，要跟那个人可以。如果你还没有办法放下讨厌那个人，你还很想讨厌那个人，那你就不要领受圣餐。因为你领受圣餐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要把基督的身体分开，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人和好，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领用圣餐以团体来讲呢，就是强调下一章，就是基督的肢体是不可分开的。We cannot be separated, OK? 我们是 不可以。那另外意思呢，就是 We are one in the body of Christ, 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教会是合一的。所以每次我们领用圣餐了之后，就表示说，嘿，要给大家看，我们大家都是一起的。We are one.我们当就一起哦，所以我们看到最后，当我们讲到最后，就我们就请敬拜团也先上来再做预备。所以圣餐是一个礼仪，圣餐是一个礼仪。什么是礼仪呢？就好像结婚是一个礼 ，OK？ 那很多人可以结婚，但是他不一定爱他要跟结婚的人。你们认同我讲的话吗？Okay? 现在很多人可以结婚啊，但他不一定，他可能要他的钱，他可能看到这个家人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所以希望可以嫁过去哦。然后呢，癞蛤蟆变天鹅，对呀。但是呢，这些都是礼仪，但是礼仪里面一定要有真正的心，那个心，那个 heart， 那个真正的意思。心的意思是指我们真正里面那一种的态度。所以当我们领受圣餐，如果你没有那个态度，你没有那种对神那种尊敬的时候，就算你每一个礼拜五你来到教会，你可以敬拜唱歌可以摇，对吗？我们去周杰伦的演唱会也可以摇吗？我们反而我们去那边摇得更厉害，摇来摇去，对吗？
我们也会摇的，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摇。我以前也摇了很久了，我以前从 disco 摇到外婆桥，就摇到教会来了。喂，那但是呢，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的心呢？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动作，但是这些动作里面你要有正确的态度。所以我有一个数学，一个圣经的数学，我们来看最后这段图。这是一个鲤鱼加上正确的态度，再加上对神的一种的尊敬跟尊崇。 OK， 是等于什么呢？等于一种心灵诚实的一个敬拜。所以今天晚上我盼望我们每一位的年轻人、弟兄姐妹、教会，我想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也不要称大家为年轻人，我也不要称大家为弟兄姐妹，我要把他大家称教会，因为你们都是合一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今天晚上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新朋友，你也还没有真正的跟这个耶稣基督建立一个关系，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轻人来，他们会举手，他们会 唱歌。但是今天晚上如果你愿意的话，当我们在唱这首歌，就是说 I'm coming back to the heart of worship， 就是我要回到来一种对神敬拜的心。所以这个首歌其实说敬拜是一种的心态，敬拜是对神一种的态度， A right attitude，一种对神的一种尊敬， Reverend， 对神一种的尊敬。所以如果你有真正的一个举手唱歌，所以今天晚上我邀请每一位的都从你的座位站起来，从你所坐住的地方慢慢站起来，然后我要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当敬拜团再开始慢慢弹，我给你60秒的时间，你就花这简短60秒的时间，当我说一二三的时候，你就开始这60秒的时间，你把自己调整好。那今天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情都好，你来到神的面前说：“耶稣基督，我今天我已经很清楚了，我要调整我的态度。今天，那刚才为什么我要大家做这个试验，用锤用你的拳头打对方的身体？”今天我们要做个动作，就是当你在唱歌的时候，就好像你在捶对方一样，因为你大力的捶的时候，你刚才你的同伴会很痛，他会喊起来，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要唱歌，我们从您我们的里面这个人的心态里面，我们要唱的时候是好像我们在捶，好像一种感觉，就是说要有神，给神有感觉。当你唱歌的时候，你在侍琴，你弹吉他，你在唱诗歌的时候，就好像你要唱到一个情，就是给神有感觉，给神有感觉。如果一个唱歌的人你唱了没有感觉的话，你唱给神，如果神没有感觉，那你就没有感觉了，对呀。所以如果你今天晚上你就好像要捶刚才的同伴一样，你要唱到有感觉，你会发现如果你愿意这样做，你说 I'm coming back to the heart of worship， 就是你真正想说神我真的要回到个清白的时候，我告诉你，虽然你的英文可能不是很好，但是你在唱的时候呢，神的灵他就会降下来，神的灵会降下来，只要你愿意敞开你的心。所以今天晚上当我们还没有唱的时候，我要大家花60秒的时间，从现在即使开始向神来祷告，好不好？